翻开《楞严经》讲义啊，一二零五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本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楞严经讲义一二零五。今天我们接下去是第十五套楞严经讲义。 十五套总共一百四十五页，啊，一贯不算。那么这个后面呢，特别的重要，众生呢还没有成道以前，一定有一一些习气。那么这些习气呢，会牵引我们堕入三恶道，尤其是啊地狱，啊一掉进去啊。 就会百千万劫，求出无期。所以这一段叫做助道、别想护定要法，啊。所以啊，你只要掉进去，啊，去去轮回，尤其是地狱道，那就很难跳脱。那么最后一套是第十六套，是五十种阴谋。 所以，第十五套的题目很简单啊，就是十习音，六交报、七气轮回，哎、啊，这个就是总纲啊。十种恶劣的习气啊，由我们六根啊交叉报应，会堕入七道轮回。因为楞严经啊，加一个仙道。 一个仙道，一般的经典呢是讲六道轮回，但是楞严经啊加一个仙道。看经文，啊，这里少了两个字，当然就是阿难啦、啊。哈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顶礼佛主合掌恭敬而拜佛言：“大威德世尊。” 慈因无遮，善开众生微细尘祸，令我今日身心快然，得大饶益。啊，中间那个无遮呢，就是平等心呢，无限的意思。啊，就是慈因呢，平等啊，慈因无限啊。 看注解，此处仍属于正宗分，然正宗未尽啊，就拒绝精明者。在正宗分还没有结束，就突然啊，结这个精明。以前为正修阿难问定，如来是答定，总是别答，从因治果。 言意具周，理应皆明。以后面所说的，以后就是后面所说的为助道，资助能言大定之成功。简单讲，后面这个就叫做警告你。我们呢，到山区里面呢，都有警告于哪里有落石啊，哪里是有山崩啊都有警警惕你。 啊，你要硬闯就会产生灾难，哎，所以呢，别想固定的药法，出谈七去劝离者，啊，此一切注定。二变五魔令四者，五魔就是五十种阴谋啦，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啊，都有十种。 迟以会注定而已。正脉元，从经典的开始啊，每次都说每耶呀，啊每耶就每年呀，呃都有这么讲到说轮转，有时候说出去，有时候说轮回，有时候说轮逆。翻过来，一二零六，乃至十二类生。 啊，若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啊、呃，等等，皆宜为此而不及想言，还没有详细的说清楚啊。所以故此尾谈千里，故就是现在呢，啊，在这个地方尾谈就是确实。 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了，为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啊，来谈到这个劝离，劝离为什么劝离呢？就是掉进去啊，就像掉进去深渊里面呢，爬不起来，哎，就是劝你要离开，所以要井烟柳。这个烟，简单讲，就是就像一个人呢、啊，被水淹没了，没办法呼吸，就一定会沉下去，一定会死，啊。 一个人呐，呃，掉进去第一道啊，三二道啊，那个法身慧命啊，几乎被淹死。虽然说经过百千万劫，可以啊，慢慢的、慢慢的是苦啊苦报受尽了以后，还会慢慢的得到人生啊。可是人家无量无边的众生呢、啊，早就成佛了，你还在山土里面呢、啊，还堕落，啊，所以这个井烟烟就是。 让你不要沉沦下去，警告，啊，警告，所以这是警烟柳，啊，此谢前数亿，即从本座而起，顶礼佛之双足，合掌恭敬而拜佛眼，大威德世尊是十二类生啊，前面都讲得很清楚了啊、哦，花了很长的时间呢，讲的十二类生的。 颠倒妄想，这十二类身无非都是颠倒妄想，一时顿消，故具折福之大威。为五十五位前面也讲过了，真上妙理进行吐露，所以具色受之大德，此因无遮，遮就是现，就是平等啊。教不减乎亲疏，即。 不分乎胜劣，在座诸位，啊，《黄严经》，啊，用两个点、两个比喻来比喻佛陀的伟大。一，用太阳来比喻，啊，用太阳来，太阳一照射，不分啊贫穷下贱，啊，皇宫贵族，太阳如此的平等的照射，知啊滋长温暖。 天地万物，啊，让整个大自然能够蓬勃生机。这个第一种比喻，啊，佛的平等性。第二，用大地来比喻佛的平等性。无论是啊好人、坏人啊，无论是皇宫贵族乃至贫穷下贱，大地从来没有说我不荷载你，不承载你。 所以大地人家吐痰撒一泡尿啊，或者是给他插了多少的花，大地通通是如如不动，没有什么增减。所以啊，在《华严经》呢，用这两种来比喻佛的仙啊。所以我们每每啊啊碰到的经典都称为无遮大会，无遮大会啊，这就是没有限制。这因此而、啊、呃，那、啊、那。 公言帮的啊，这些街友啊、流浪汉来啊，他只要守规矩，我们就给他用餐，啊，也算是结一种善根了、啊、哈。底下说：善开众生，微细成惑者，就是善巧方便开示众生，微系烦恼啊，以失破修道为中所断行象难了，故也为系无始的俱生无名。 具身无名是什么意思？具身无名就是先天的、与生俱来的。这当你进入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你道理通通知道，比如说不要嗔啊，不要嗔恨心呐、啊，不要淫欲呀，啊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你都知道。但是你的碰到了这个事情，你却克制不住，你完全克制不住，没有办法落实到真正的修行。这是为什么？ 这个叫做巨神无明，无始劫以来那一种妄想颠倒的习气太强烈。简单讲，就是与生俱来，就是非理性的东西。啊，孔子讲食色性也啊，饮食跟男女，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欲望，与生俱来的欲望没办法去抗拒的欲望，也只有我们佛陀。 讲的最了不起的，啊，与生俱来，那应该怎么办？还是要修行把它断掉。所以这个无始俱生无名，就是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的东西。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落实到修行的层面的时候，他会发现，我、哦、这个习气很难控制。明明知道不要去生气，不要去计较，可是还是百般的计较，百般的生气，到晚上还是愤愤不平。 这个就是三昧力不够。像昨天呢，比丘尼来来问师傅的法，就是问这个问题：问题出在哪里？相生相助相灭好断，你要留住生，留住住，留住灭，你就很难断。这个叫做维系祸，无始俱生无明，所以叫做缠祸啊，缠当然就不是表面的祸了。我们是水呀。 有激流，那么沉呢？沉货就是水呀、啊，浮流潜藏在深层的浮流就是沉货。那这个表面看的是水没什么事，呃，一个小朋友跳下去的时候，呃，他就这水就他就被底下的浮流卷走了，所以这个浮流啊，就是沉货，深层之祸，难以觉察。 此即破妄也，妄即破而真自显。喜菩提之有份，哎呀，欢喜自己成佛有份，直到涅盘之可修，从此生死无干啊，故得身心快然啊，得大饶益。所以在《楞切经》里面就讲啊，说大会千万不要说涅盘是死，若说佛陀涅盘是死，死即有生，不是真正的死。 啊，佛陀的佛陀的真正的死是无生啊，无生他就没有死，所以莫为如来有所得涅盘，把涅盘当作是死。大会莫作如此如是来解语，此不解佛所说意啊，这个不了解佛的不生不灭的涅盘妙意，所以说佛陀有往生有死啊，佛本无来去生灭增减的东西，中间经文。 世尊，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天元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软冻寒凝，本原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。这个是总问诸趣啊，文字都很简单。先进唯心真实主义，那唯心什么意思？唯心就是这个世间佛法探讨的最究竟义四个字。 遮无外境，这个很重要的。遮无外境就是，啊，没有实在的外境，那些外境都是你妄想、颠倒、刹那生灭的妄动所现的暂时的缘起的假象，唯心无尽，讲到最究竟的第一地大空，就叫做这遮无外境。所以整部《楞伽经》讲什么？ 怎不能接近？就是唯心限量，第一滴大空，唯心无尽，则无外境。这个就是第一滴大空。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怎不能接近？讲什么？讲唯心限量，则无外境。完全没有外境，外境是你妄想颠倒。那么我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角度来讲，外外层包括我们这个色身，因为我们执着。 在人间境界，因为我们执着，所以变成隔开了一个我，还有一个外在的世界啊。我们内在地水火风空，外层地水火风空，全部都是颗粒围成的，没有真实性的东西。因为一念执着，所以隔开了内跟外啊。但是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大自然，大自然就是我们这个色身。你你能够离离开这个吃这个蔬菜啊、水果啊。 喝喝水，你没有这个大自然，你你怎么？你没有外外世大，你如何养这个内世大？这内世大跟外世大，在究竟的圣人来讲，它是平等的。唯有妄想颠倒才隔开你跟我。所以啊，我们呢，学学大自然的伟大，哎，的包容。所以先记唯信真实，世尊，若此众生所记如来藏性，其体不变，也妙。 其用随缘一泯，从来无叫做真啊；究竟不染，叫做净。即此四的四种德性，叫做妙心。本来周遍法界，妙心即如是，乃至超列之词，超四大五阴根尘四法，以及虚空，乃至大地草木气世间，软动寒凝，有情无情，本来啊，原具真如自性。 即使十方如来成佛真体无二无别，所以师父去爬山，绝对不会去拔一根草，或者是随便去破坏哪一根树木，啊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师父一定不会去伤害它，因为那个是我们的本性显露出来的，啊，显露出来，啊，情与无情同言种子，啊，爱护植物如同爱护自己的心性一样。 就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伤害他。一二零七，佛体真实，云何富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天等道？世尊，此道为护本来自有，唯一是众生妄习生起。再解释一下。 啊，说我们的佛性的体性啊，是如此的真实清净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跑出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修罗道啊、人道、天道等道？这个等包括就是包括仙道啊，这等道其实就是指仙道啊。世尊啊，此道未复本来自由，说这些七七轮回是不是本来就有？ 啊啊！还是众生因为妄想习气，啊由共业所感的这个啊世间呢假象的这个业力所感，妄习，诸位那个妄那个习妄习，简单讲就是无始以来的具身无名，种子所现行的，哎、啊，就这个妄习两个字就包括一切。 虚妄的习气，简单讲，虚妄习气为什么称虚妄呢？因为它空无自信。啊，你没有道理的去执着这个外境，比如说金钱，啊，你现在贪着这个金钱，看起来那么真实，但是金钱你把它分析，它是一张白纸啊，印的花花绿绿的，说这是美金呢、啊、英镑啊，还是台币啦、啊、人民币啦、啊、日币啦、啊、港币啦，哎，看的又是花花绿绿的。 那我们已经习惯了，钱好用就连接着贪，而这个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钱是空无自信的东西，啊，它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。这个世间什么东西都是让让你暂时暂时让你用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只有使用钱，没有所有钱。哪一种东西是你的？有吗？ 没有的，包括你的房地产、汽车都是一样。所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虚妄的习气会变成轮回的根本。其实也没有特定的地方，也没有特定的时空，但是这仿佛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世界。就像人，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，我们生长在这个地球，好像有一个地球让我们入。众生是确实实实在在,在住在这个地球，但是如果你要问科学家。 这地球是什么？哎、啊，地球就像恒河沙的一个点而已啊！无量无边的星球就像点，人类站在大自然里面是何其的渺小、啊，何其的渺小，对不对啊？人生是什么？人生就像过目云烟呢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做客而已、啊。 我们来到这个呃地球上，就像住在客栈一样的，有的住十年，有的住二十年，有的住七十年，有的住八十年。客栈走了，明天就要搬家了，就要搬家了。哎，你呢有这个共识啊，慢慢的这个对这个虚妄的财色名食税慢慢就看得很开，习惯也慢慢的断，慢慢的断，慢慢的断。哎，底下。 即是佛体，自应真实；银河富有七七之虚妄也？等道就是仙道，世尊。 此等诸道因何而有？为护真理体中本来自由。也；为是众生心中妄习生起也。若是真如体中从本以来自由，则气气不应是虚妄；若是众生心中妄想习气生起，则心外有法，以尽羡物片言之意不符合，所以未敢生灵而自问也。 又前面问啊，满慈所问清净本能，因何互生三种生息？啊？前面我们都讲过了，这个是阿难所问。佛体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又跑到生灭的七道轮回的虚妄不实在的七道呢？是同耶？是异耶？答、啊：千问三种生息呢？啊，是其性觉必明，也就是性啊啊，性觉必明，就是我们本性上啊。 啊，要加一个名啊，叫做头上安头，就妄为名觉啊。那么这个性结必名，简单讲就是生相无名喽。那么把这个妄动，哎、呃，误认为是真正的觉性，其实已经是妄结了，说妄为名结。现在呢，七气,气虚妄，由于情想差别啊，情的成分是执着，想的成分啊。 是福，所以情是沉了、啊，想是福了、啊。比如说我们观想啊，极乐世界啊，莲花、啊、阿弥陀佛啊，我们临命中，哎，因为情想啊，它就会浮浮上来。那么如果说啊、呃，情执是沉，那么想呢是福，所以它加起来后面有讲啊，就是分成十等份，有时候啊是九情一想。 有时候是八情二想，有时候是五情五想，这样才分的。后后面的用成分来分，这情是指情执，想是指妄想，这两个呢通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。由于情想差别，所以见到轮回啊，若物后闻，金言七气，皆是昏沉，诸有为相，有为就是生灭相，妄想受身，妄想随业，通通是妄想。 妄想就是不实在的。我们今天妄想来投胎，妄想跟父母结这个缘，我们妄想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，好像有这个地球让我们住。但是你彻底的分析，地球却是颗粒围尘所构成的，不实在的妄想。我们站在这个地球，在众生来讲，那是死之不放的。 我们这个色身在众生来讲，那就是坚固妄想，没有一分、没有一秒不坚固执着。我们这个五印身，而不知道这个五印身体性本来就空，所以这个妄想受身就妄想随业啊。那你就知道吗？业性本空，妄想本空嘛。妄想本空，当然就是业性本空嘛。 所以很多人来来来跟师父这里说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我的业很重啊！”啊，我就问他：“你的业几公斤呢、啊？你的业几公斤呢、啊？要不然你怎么讲业很重呢？”就烦恼叫做业。今天你来拜梁皇宝忏，如果你不了解，拜梁皇宝忏是度你内在的贪，贪就是业障，强烈的贪就是重业，嗔。 就是业障，强烈的嗔恨心就叫做业障深重。轻微的无明叫做业，重度的无明叫做业障深重。所以，如果你拜梁皇不懂得心法是度你内心里面的贪，度你内心里面的嗔，度你内心里面的痴，你还以为啊啊，所有的法会是在度外面的王者，这是错的。所有的法会。 最大的受益者是活人，不是亡灵，不能弄错方向。底下是“一庙圆明，无咒本心，皆如空花，言无所着。但一希望，更无根续，因为希望啊，所以找不到一个根，更无根绪，就是找不到依据。此二一即是啊。” 为什么找不到根绪呢？在座诸位，如果你不学佛，你绝对找不到生命的依归到底是什么？人生生从哪里来，死往哪里去？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活得这么不自在？如何百般的计较？为什么我们会投在这个这个家庭？为什么我会跟这个人结婚呢？你越探讨就会越迷糊，有时候你停止去推测，反而答案就出来了啊，就认命就接受了。 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，再继续去探讨，就就是更加的一层一层妄想颠倒。这个世间不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出答案的，除非你写否。一二零八，别具第一，世尊。 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，实行淫意妄言行影，非杀非偷，无有业报。发是意语，先以你根生大猛火，后以节节猛火烧燃，堕无间狱。诸位，这个就叫严重了啊！实行淫意，这个是破戒。再继续说，哎呀，这个淫意不是杀生啊，也不是偷盗啊，是两情相悦的，无有业报。这个。 最严重的就是破佛的正见，诸位破戒有可救，有可悔啊；破戒无可救，这一句话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。破坏了佛的正见，那么就不怕因果了。这个比破戒还还还可怕的啊！如果我们也不小心呢，犯了这个杀盗淫妄久了，我们自称恳切的向佛求个忏悔，哎，佛会给我们机会的。 因为你的知见不坏嘛，这还有救。那如果说连佛都讲了这个因果，你都破坏了，那佛记这个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没有救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来讲的话啊，这里面里面解释，我佛门当中破戒的比丘，尤胜外道，尤胜外道啊百千万倍。 为什么我这个佛门里面，虽然这个比丘持戒，比丘你持戒还不是很精严，有悔犯，但是他没有破戒，外道他没有佛的证件，是你怎么修，你不可能成佛，不可能成佛，所以啊，佛陀啊，在在经典里面就比喻，就是说，就算这个比丘比基尼有所破戒。 可是它有三一的话，有一波也是圣行的标志，还可以指引人家，啊，指引人家一个方向。比如说，那，比如说你在爬山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指标，那个指标经过了风吹雨打，风吹雨打，这个指标已经有一点模糊了，啊，呃、啊，山区啊，呃，这里一条路，那里一条路，那里一条路。 可是，在三期有一个指标，这个指标已经老了、旧了、破了，但是你还有一微微的、轻微的，可以看到这个指标就往哪一个方向走，你就可以达到目的。诸位，回幻戒律的比丘虽然破佛的境界，但是还可以指示你三宝佛法生是人生宇宙的真理，真理。 所以，佛在律学里面制定的非常的严格。打我破戒的比丘，办我破戒的比丘，伤我破戒的比丘，比杀八万的四千父母的罪更重。这个是很恐怖的。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层的道理，以为我们稍微啊，这个比丘比丘面犯了一点啊，这个戒戒些律律者律学怎么样？ 就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去伤害，这个是为佛的教戒的，啊，为佛的教戒的，因此啊，佛法僧它是啊是圣贤之路，它是一个指标。虽然它毁坏了啊，但是呢，它还可以指示所有的众生走向正道正路。这个就是佛在历选里面再三的强调。 一切的众生，应当敬佛、敬法、敬神啊！底下，此应报即现世已问地狱之报也，称呼曰世尊，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大戒啊，又实行淫欲计破戒，且以妄言谤戒为行淫，非同杀身害命，非比劫财啊啊，偷劫财物。 但是彼此交换现前无业，将来也没有业果果报。盖施隐，是破戒，妄言无报是破戒，毁利误人，罪恶弥甚呐！诸位，啊，毁犯戒律是私人的行为，毁犯了戒戒之见呐，这个就会误导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。 上台讲经的法师啊，比丘、比丘尼啊啊，要特别的注意，你的法要切入佛的真实相究竟意啊，不能说我想出名，所以我想要说一点法，那么如果没有见性的话，就会在向上里面一直打转，一直打转，啊，你讲的法已经不符合佛陀的正法了，那么你要小心一点。 所以讲经说法的人不一定有功德，有时候罪过无量，因为坏佛的正见正是说法者，啊！但是如果你讲对了正正知正见正法，那么你功德无量。底下是毁利误人了、啊，罪恶弥盛，所以感的花报果报一时俱受。发是因，先于你根生大猛火者，云欲水火，所以感得你根生大猛火，夜里真上。 刻不容缓啊！后羿节节猛火烧燃。我主张言啊说多：“多赢人成猛火剧啊，信不无也。”此花报我们说开花，最后就是结果嘛啊？结果前就是花嘛。那、啊、所以这个花报，花报还没结果就很严重了啊！花报不足以长啊，所以命中神事啊。 静多就是执堕第一啊，而受果报，执掌输赢啊。下面里面有讲的九情一想，就是九份的力量的情啊，一份的力量的想。简单讲，情是指沉沦的机会大，对什么都执着的人，他下沉的机会很大，想就会浮，所以、啊。 沉的力量大，九种沉的力量，一种浮的力量小，所以下动火轮，动就是透过、啊、深入风火，然后二焦过地啊，风跟火，这是受苦的地方啊，啊，焦二焦过地啊，轻身有见啊，轻的话生有见地狱，那么。 重的话生无间地，这个有间无间，通通是指地狱了。有间就是有间地狱。什么叫有间地狱呢？啊，这个苦啊，有时候啊还没那么严重，哎，但是啊重的是无间地狱，就是十八层阿鼻地狱了。那么这个就无间的痛苦，就是你那个苦没办法停止，没办法停止。 啊！金宝莲香，所以说言意无报，犹信杀偷有报。四十九情一响，受报应在烽火二焦过地啊！但你毁戒误人了，误人就是知见错误了，啊，知见错误了。所以在这诸位，如果你的个人的行为有一点点啊偏差，或者是对戒律啊持的不够清净，但是千万注意，你讲出来的法一定要依佛所讲的法。 一点都不能啊偏离，那么你这个人还算是蛮勇敢的，算是有救的。罪恶极重啊，故应堕无间地狱。一二零九，是琉璃大王善行比丘，琉璃微珠渠坛出现，善行妄说一切法空，深深陷入阿鼻地狱。这个是举例子，我们看下去。琉璃王报复是属于怒。 善行邪见是属于车，也是于现在的种种啊下地狱的事。一问地狱之报，要举例子容易了解。和上面的宝莲香实行淫役啊，总括起来会下地狱的强大的力量一赢：一、呃、淫；二、怒，怒动后面一定加一个恨。哎。 吃是什么坏事？什么恶之见，都充满。记住，接着吃，哎、嗯，吃。那么这个阳怒吃山呢、啊，为堕地狱之因啊。为人在世不可不慎，若复修行，更宜痛戒。琉理王是波斯尼王的太子啊，杀这个瞿坦足信啊，以报一言之怒，唯以嗔怒增盛呢，杀戮太过。 所以啊，就堕到第一，底下。解释琉璃王为什么会堕第一，这个琉璃王年少的时候，年少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成成年，还没登基为王啊啊！定神外事啊，定神就是看望啊，外事就是母亲这个这一方面的啊，母亲呢、啊，刚好啊，世家族世家族呢。 为佛陀了新造了一个讲堂，庄严灿烂，中间呢设有佛陀的法座，佛还没有坐，呃，这个琉璃王在年少不知道啊，竟坐起坐上其位，啊，这个世家种族啊就骂他说：“你这个背你的身的东西，你有什么福报，敢做佛陀的狮子座啊？”啊，因此就催促追逐确定，赶出去。 太子出来以后，咽不下这一口气，告诉旁边的世子：“啊，这个世子就好苦，意思就是跟着他很充很辛苦了哈。”何家金的名个何家金都要喝完呢。啊！啊，告诉旁边的侍臣，就是好苦啊！说这个世家种族啊，侮辱我到这种地步啊！我将来的继承王位以后啊，你应当提醒我，告我就是提醒我，我就起兵伐之。 这个悲生物啊，因为啊，是什么呢？这个波斯匿王求婚于释迦种族，如果不允许，就恐怕夹带的怨恨呐、啊、来攻打这释迦种族。如果允许了，又不是释迦种族的啊所愿。后来呀、啊，啊没有嫁出公主啊，就把她化妆一下，化妆一下啊，丑小鸭就变天女了啊，变仙女了，把这个悲女啊。 当做是公主啊，世家族的公主就把她嫁出去了，啊，就是波斯尼王的老婆了。是波斯尼王的老婆其实是卑尼啊，不是世家族的公主啊，啊，就冒充的啦，啊，充就是冒充了，为世家女的嫁值啊，太子就是波斯匿王啊，误把卑尼当公主啊，是不是啊？就生了这个波斯匿王。 后来的波斯尼，后来的这个啊琉璃王，说此次啊来外婆家，到了长城呢、啊、就废腑，这个是很不孝的。琉璃王啊，在经典里面讲、啊、他是非常不孝的啊。那么这个好苦啊，他的大臣呢都来告诉他说，你曾经记得释迦种族啊，那个时候你做了俘如的狮子座，他们用语言来侮辱你吗？翻过来一二一零，遂起兵啊。 啊，就讨伐了种族啊，释迦的种族，穆建莲，请佛救渡啊，佛没有回应。哎、啊，于是啊，穆建莲呢、啊，啊，救了释迦种族啊，心切，就用波信大神通，把这个释迦的种族啊，啊，几百个人，就把它用波装起来，因此就放到天上。 啊，大兵来到的时候就执行杀戮。这个琉璃王本来连佛都要害他啊，连佛都要害呀、啊，啊，这个、琉璃王啊，残忍到这种程度了，连释迦牟尼佛都要杀害啊。但是呢，进进去里面呢、啊，见到了佛以后，毛骨悚然。 这十方三世佛哪里是你是一个啊残暴的暴君所能够害的嘞？佛计七日之后啊，当入地狱啊！这个琉璃王很恐惧啊，就率领军队啊，乘船入海，哎，希望避开啊，因为知道佛受祭以后，佛一讲就一定会兑现的。佛是圣中圣啊，天中天啊，佛讲的话一定会兑现的。 时间一到啊，水中自然出佛烧灭啊！这个大兵既退，暮年见佛耶？当时请佛救渡，因佛默默没有回答，我就用这个钵，把这个五百个人呢、啊、送到天上去。现在这辞归，我现在把他救回来了。佛已知也定业不可转啊，非汝神力所能奈何？众生的定业。 定义就是时间、空间到达一定的程度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非死不行。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简单讲，人一出生，差不多没修行的话，你差不多冥冥当中就注定了死亡的日子。这个是没有修行的，逃不掉的。啊，穆前莲想要救世家种族。 波拿下来就一滩血水啊，所以佛陀说啊，定业不可转啊，但是你邪佛就可以转，又不能为什么要邪佛？邪佛就是要转业呀、啊，啊，非如神力啊所能奈何，起波是之啊，皆化为血水矣，眼因。 佛言：往昔啊，落叶城中啊，有池很多的鱼。天气干燥啊，水也干了啊。大多的人啊，向池中啊捕鱼，里面有一一条啊啊，这个鱼王，一名叫做夫，二名叫做多蛇，藏在泥中。哎、啊，吃水既干呐、啊，这个泥经有洞啊，哦，被人家捕了。那个时候有小儿手持这个竹竿，哎，手持竹竿怎么样呢？ 就啊，把他的头啊，敲这个鱼的头，敲三下。那个时候啊，捕鱼的人呢、啊，就是释迦族，这一堆人呢捕鱼就是释迦族。富鱼啊，那条鱼就是琉璃王啊，多舌啊，有多舌就是好苦。啊。那个小儿子啊，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,啊，呢跟他提竹竿牵三爷娘，安得掉啊。 哎、啊，所以这个小儿就是我身，我身就是我世家的前身呢、啊，啊，祥出涅盘经啊，以及牛璃王经善心啊，意云善秀。阿含经说，这是佛的堂弟之子，有的人说这是调啊调达母，这是调达啊之子涅盘经说善心比丘啊亲近恶友，退失了市场啊。 在座诸位，这有一个典故，他写的太太简单了。这个善心比丘啊，他修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入定。啊，他自己误认为证的四果阿罗汉，证的四果阿罗汉，把四禅误认为自己真的四果阿罗汉。后来、啊、退失了定力，退失了定力，他就开始啊怀疑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完全不是不真实。 事实上，他是只有四禅，把他误认为是四国阿罗汉，以此境界啊，变成了半佛的恶见啊。所以说，后来退市的这个定力以后，就半佛了。所以，我这的四国阿罗汉还会啊退失这个定力啊。所以，佛讲的这个涅槃，事实上不存在，不可能，也没有这种东西。因此看下去啊，深恶邪见。 就是说言，言无佛，无有涅槃啊，就否定佛了。有什么佛呢？啊，也没有真正的涅槃了、啊。这个叫做断灭见，很可怕的断灭见了、啊。这个就是外道啊，学佛学成外道啊，是很可悲的。啊，无佛啊，也无有涅槃，哪里有像佛讲的，我已经证的四果阿罗汉都会退失啊？哪有真正的四果阿罗汉？没有的，把四禅误认为四果阿罗汉。 就这样受到这么严重的果报。如来虽复为我说法，而我真实，哎，我讲到我自己的境界，我、哦、自己认为我真实，真实就是真实的境界，就是把那个虚妄的境界、次场误认为是果的境界。而我现在所讲的都是真实啊，就是用他的境界来否定佛的啊正果的涅槃的境界，就是而我真实，你看。 我是真，啊，真实的境，这个真实不是证悟的真实，是妄想，哎，错认的真实。而我真实的境界，你看，呃，哪有什么涅槃？没有的，啊，就是一切根本就没有因果了，是佛啊糊弄我们呢，骗骗我们呢，是妄说一切法空，嗯，就麻烦大了，啊。 执掌书言，琉璃嗔怒杀人，已属于重罪，且所杀的又不是常人，乃是曲坛主性，善心妄说法功，就是邪痴啊，所以更为窃取逆扬，乃见偷盗。在座诸位啊，所有的法师一定要注意啊，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妄想颠倒，希望众生来恭敬供养啊，那么。 在座诸位法师，这个因果还不是说法说非法可以解决，后面还有一个为师所多，就是别人一直不输给你，你并并没有那种德性，你说法所说,说的法还是恶法呢，不能让众生解脱呢，你还接受无量无边众生的供养，这供养就压死你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不要。 把出家认为说啊，我生命啊不如意啊，就像电影演的了，我是婚姻失败，所以来出家；我是事业失败，所以来出家；或者我在二、呃、婚了，我真的没有钱，所以我来出家啊！我在世界上啊没有什么录用，呃，我来出家。在座诸位，这样最好不好，这这样最好不要来出家。出家是大丈夫的行为，啊，非将相所能为，所以。 出家是喝单独来的家业，不是混一口饭吃的，不是苟且，不是偷安。哎，不是混在佛门里面呢啊,啊，我可以混一口饭吃，混一口饭吃。你不是众生的流血流汗的钱来供养你，你却在那边安逸、偷懒，哎，还我行我素，还浪费长度的水费跟电费，你要小心。 在座诸位，如果不是下定很大的决心，找得到大善之事或好的道场，出家前麻烦大家要冷静一下。出家人所负的因果，比在家所负的因果大得多。底下恶人之罪，极为极重啊，极为极重，故皆以身身现意啊。 下面说纯情即成啊，入阿鼻地狱。若诚心中有谤大圣啊，毁佛境界，狂妄说法，喜谈信思啊，滥淫恭敬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狱。在这诸位，这几个字通通要画红线的。若诚心中啊，有谤大圣，这个在家出家都一样的，有谤大圣经典画双红线，底下继续画。 毁佛的境界，狂妄的说法，虚刊信思，滥印恭敬，更深十方阿比地，解释一下有谤大声经典，所以师父为什么在这个讲堂一直告诉你，不说是非，不听是非，啊，不传是非，不打妄语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一直才再三的强调，就是怕你堕无间地狱。 你这一关没有守好，那么傍佛、傍法、傍身。诸位，大圣经典是佛讲的，傍大圣经典等于傍佛；大圣经典是出家人所维持的，傍大圣经典就等于傍身，没什么两样。所以佛法身是一体，是三面的。为什么来到讲堂，啊，师傅要一直告诉你？ 口业是很可怕的东西，而且口口业来自于无名的心，还有耳根软。无名的心就是本身没智慧判断，耳根软就是很容易动摇到是非，动摇到你，所以一下就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。这、那个谤大圣经典，所以像现在很多的小圣都谤大圣非佛说，我们就知道他们将来的果报。 是很难预料的，啊！毁佛的境界，狂妄说法，虚贪信施，出家众，这个要特别注意，啊！那么滥用恭敬啊，啊！你今天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无非是希望人家恭敬供养你嘛。更胜十方阿比第一，所以一些啊在家居士啊不懂啊啊，自己就自己称为自己什么了不起的人呐、啊。 也也像出家人呢、啊，接受供养啊，这个麻烦就很大。见琉璃之杀，善性成忘；事事纯情无想，纯情就是十分都是情。那故应曾以阿比低，而且琉璃之意杀戮，甚意害佛，连佛都要害，这个太不可思议了。 善心狂妄，所法喜贪信思，或也更深十方阿鼻地，但生生陷入地狱，人所共建，啊！现后备受五五种无间断的痛苦：一、去果无间断，不必经过中阴身。哎，去果去就是趋向。你现在断气，如果造造了傍大神经典。 要下阿比地，通通不用经过中阴身，直接就下去。不要说什么，像我这辈子去跟人家助念的好几百个人，就看到他那个老公啊，那老婆信佛，这老公啊就把这个《金刚经》啊、《药师经》啊、《普文品》啊，通通啊啊，我们那个诵经的就把他经冲撕坏了，把他的海青啊，还有那个那个呃漫衣啊，用剪刀噗,噗,噗,噗，把它剪剪掉了。 啊，他的老婆也在旁边哭，啊，旁边哭。他他在市场里面做一个小生意啊，啊，这个老婆了、啊、跟我讲了，我说、哦、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后来呀、啊，他的老公死了，你怎么样？我去跟他要要跟他家持，跟他灌顶。哎，那个时候是出家没有多久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空一点了，啊，啊，那就发勇猛心去救他。 你跟他加持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的咒从来没念错的。这跟、个、他、那个、那个加持的时候，全身像雷打到的，全部都是黑的。这个是我这辈子看看过没有这么严重的，整个身体像木炭一样的。那我说加持的时候，啊，就就问他老婆了，你你你的老公生前做什么什么业？他就是就是大圣经典通通剪剪掉。 他不信没有关系的，阻碍我，阻碍我，我说哦，那麻烦了，那麻烦了，呃，经典剪掉啊，鳗鱼通通剪掉啊，阻止他老婆来来来亲近三宝啊，哎，帮出家人呐、啊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不信三宝，不信因果，啊，吃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是我都会探测那个温度啊，头顶是冷的，胸部是冷的。 手是冷的，肚脐也是冷的，膝盖还是冷的，脚底是热的。这个地狱脚板处还真的是应验了《维世贤主》里面讲的“顶盛眼生天，人心恶鬼富啊，旁身膝盖离地狱脚板处，在这里完全真实的一面。哦，就这个啊，真正有得啊。脚板是热的，烫，热的会烫。 所以我们，我你今天你你不信佛没关系啊。阻止老婆信佛啊，谤佛谤法谤身啊，这个无间罪直接就下去。为什么这个大圣经典谤大圣经典？为什么会罪会这么重这么重？因为大圣经典是教导无量无边的众生解脱，是成佛之道啊。这个是人生宇宙的究竟真理呀、啊。你敢挑战了、啊、佛陀所讲的大圣经典了、啊？不信没有关系吧？你还。 还去伤害他，把那个经典全部烧毁，发恶心啊！这个经典不是破破烂烂的，你把它烧毁了，啊，破到实在没办法看，啊，用恭敬心烧毁这个另当别论。他是用恶心的整本经典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把它烧烧掉？发恶心呢、啊？哎，所以啊，愚痴的众生呢、啊，什么罪业都敢干，敢造。这个就是“去过无见”的不敬中阴身。后来。 后来啊，我我跟他老婆讲说，哦，这个现在叫是没办法，这个咒的念下去啊，常常念错。我这一辈子不会念错咒的，这念多少年了、啊，这咒怎么会灌也灌不进去，什么都没办法。我说啊，先跟他求忏悔。说你老公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就给他用招请咒的啊，啊啊，然后就把他招请，再来给他破第一针眼，再来。 先三皈，三皈以后再来求忏悔，哎，往昔所造诸恶业呀、啊，啊，怎么样？念念这样子念，你好好的念，好、啊、念呢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这辈子啊，你也要好好的求忏悔。现在啊，正是关键的时刻啊，如果忏悔啊，在经典里面讲了，若造五逆十二重罪呀、啊，啊，怎么样？临终啊，受善知识的开导，一念之间。 还有往生下品下生的机会呀！啊，我就啊跟他开示啊，就叫赶快啊，你的神识啊，千万不要堕下堕下去啊，就好好的求忏悔了啊！回去以后啊，啊再来看他。后来也太累了啊，刚才几个人在扯皮呢，其他无人啊，你嘞，去时那无投资啊，就是一日的病呢啊，啊就是哦，来的时候看哇，不可思议，往生了两三天啊，他的眼睛啊还有掉眼泪。 这个是你没办法想象的，还掉眼泪了。我说那有忏悔就有救了，有忏悔就有你就有救了，就继续给他加持去。哎、欸，这这真的这个温度就慢,慢慢慢慢慢一直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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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,上来,上来啊！讲了最后进安慰了，啊，这要没有师傅气哦，out 了，这辈子啊，没值了，不会值了。 啊，那个谁也没办法，你叫一般的法师去，他他他他也不懂得这个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说，去过无间呢、啊，不经中医生真的是这样子。还好啊，师傅去啊。二行无间呐、啊，一人一满一成啊，多人一满呐啊,啊，所以一个人呐、啊，你看到一个人在受苦，可是呢，所有的人也都看到自己的人在受苦。 我一个人受苦，可是遍满所有的地方都是我，唉太多人进去看到的也是一样，哪里都有我在受苦，唉所有的满城满城就是所有的痛苦的刑具，我都具备。第三，苦具无间啊,啊，此种苦具用必啊，再换他物，哎，这个行料够行别类了，唉 苦寂无间呢，再犯他种第四啊，令无间断，一日之中，万生万死啊，受罪啊，受罪时宜。巧风就是夜风啊，啊，夜会形成风啊，啊，我们人间呢，啊，虚风吹来啊，徐风，这个清风徐来呀，啊，清凉无比。那个不地的夜风一吹，你本来就死了，夜风一吹，你又活过来了。那个在地也是死不了的。 啊，又活过来，活过来继续受苦，啊，一死了以后又活过来，又又死了，死了又活过来，又又，你单单想到这个的卡欻就欻，那、嗯、怎么办呢？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了，啊，这个还是佛讲的了，哎、啊，第五啊，经劫啊无间呢狱中居住一大劫，劫满即生塌方地狱，再一劫其罪未必啊转至塌方。 这个地球坏了没关系，别的地方还有地。此界坏时转寄他方，哎、嗯，所以整个宇宙就是所有的众生八世共业所感的事件。哎、嗯，虽然我别的别的星球我们没有去做，可是我们的八世仍然支持外面的星球一分的力量，一分的力量。所以塌方事件仍然是我八十田中所涌现出来的一个星球。 那个星球，我也有份，啊，只是我们有轻音缘，我们住在地球，这个是轻音缘；他方世界是距离我们比较远，远因缘，仍然是八十天中值持执着的一个一个星球。以下啊，一二一，此诸地一，唯有定处，唯护自然，比比发业，各个施受，为垂大慈啊，开发同盟。 令诸一切持戒众生呢、啊，闻即定义欢喜顶戴啊，尽皆无犯啊。文字都很简单啊，解释一下，这这个种种的定义呢，到底是不是有固定的地方，还是自然存在啊？的他比比那个造五逆十恶重罪傍大乘经典的自己发的那个业啊，而各个去施受那个定业。 希望佛大慈悲开发童蒙，就像童子啊昏猛，啊，表示啊无知，啊。需要啊佛陀来开示，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戒定义啊，欢喜顶戴啊，尽皆无犯啊，要好好的持戒，不要去犯。敢问世尊呢、啊？以上三人观之啊，此诸地唯有一定的处所，虽造业不同，皆归此处，同受报也。 啊，共同来受报呢，还是他们各自其然啊？比比发业有种种的差别，各个施受其报也啊。此问有二意，一二一二。上面问别业同受啊，后面是问别业别受，所以不明而已。为垂为愿呢、啊？啊，垂这个呃大慈。 开发我等，又同盟妹，此乃当机愧无大志，有类同盟，恳求开发政治政见，令诸一切痴戒众生，万事皆定意门，不自忧异。啊，这个意也打错了，自然心生欢喜，生者顶戴啊，一家谨戒奉持，而无犯戒之事矣。